如果现在什么都不说，你们会先把谁投出去？先投出去再安身份。人缘太差了，没办法。Hello， 各位好，好久不见，各位老师好。Hello， 我叫李浩源。我觉得优秀的人应该到优秀的平台。大鹏一日成功起，不要只上九万里。他的表达能力是我们面试到现在最强的。各位老师好，各位小伙伴好，我叫李浩源，希望大家多指教。你这有点侦探的样子，有点卧底的样子。我以为今天是黑客帝国的主题。欢迎洛绿。哇，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今天从香港办公室的合伙人佳云。我是上海人，但其实我是做香港法律业务的。深圳的亚瑟奥斯王耿耿这流，太帅了。我是来带教踢馆的。我走，我们走还不行吗？先不用，先不用。现在请金调局特派员行使特派员特权，您现在可以前往会议室给各位调查员分配身份。我去了，看我们俩的友谊崩不崩了。看友谊的小船翻不翻了。说翻就翻。你们可以每个人讲几个你们认为现在实行的风格，我们记一下。美拉德。啥呀？美拉德就是棕色系为主，就是美拉德反应的那种棕，然后带一点偏黑的感觉。多巴胺，就是鲜艳呗。对，对，亮色。那什么 Y2K 吗？那亮片？哦，对，还有 Y2K 风。Y2K 你都知道？我天哪！潮男，潮男。哎，我觉得有五号在，应该可以稳了吧？哦，那这是，那这是。这个是哈雷夹克吗？哈雷抗皮。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老爹裤，老爹裤，这是老爹裤吗？说不定是这个，我感觉像是这个。这个是老爹裤还是这个？我觉得右边的老爹一点吧。这个吧，这个吧。阿斯科特领巾。哎，是这个吗？我不太确定啊。圆领半开门襟套衫。我们目前就找着一个这个半开门。其他都是像我一样的双开门。凯哥，黄凯，凯哥，凯哥还有别的裙子吗？换一个裙子，你看有没有那种一层一层的？啊？换一个裙子吧。啊？一层一层的裙子。哦。哎，这个环节费嗓子呀。雅琪，这个吗？这个不蛋糕，凯哥，你手上的裙子给浩源，给我，给我，和他那个粉红色的上衣感觉是一套哎。能配吗？你的台子举反了，那个字看不见。能配吗？眼镜不要。然后包，包可以，包可以。哎，我觉得浩源的一个那一套应该是对的。对啊。多巴那个裙子。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其实比这个比那个大？这是裙子吗？这是裙子吧？这是个啊，这个裙子，这是裙子吧？不好意思，你有问题。但是活力常青藤也未必是男的。男装，男装哦，男装，一个卧底。胡一浩是真的直男还是卧底啊？你有问题，你专门害我。还有三分钟。帽子，帽子，帽子。这个，对这个，我们刚刚哦，这个非常好，
完美。前进帽，前进帽，前进帽呢？那里。这不会是这是我的。哎，谁把我霍纳姆帽拿走了？这是前进帽吧？什么？多巴胺前进帽？没事，只要不掉就行。前进帽。他把我的帽子拿走了。回去是吗？前进帽。还有一分钟。前进帽，前进帽。蓝色。这个吗？这个。调查员如果查到的是一个好人，他可以让黑白来带队。我只是说一句，但是我昨天晚上查到了八号是卧底。我先说一下我为什么要查他。首先，第一批任务的人在这个镜子面前，其实大家都能看得到，大家最好多注意一下一些异常的动作行为，然后可以通过倒牌的东西来分析，所以我就没有查男生。查女生中间我又想找一个带队的，因为我觉得我这一轮仇恨值可能比较高，结果我就找了许文婷代表队，那就只能送走你了。然后接下来的查验我还是可能先把女生查清楚吧，当然我估计我也活不了多少轮，所以我现在赶紧过，给后面的压力。如果你们要起跳，我不给你时间过。首先就是本来这一轮我是不打算说任何信息的，但是三号突然给我发了一个查杀，然后因为我昨天晚上其实首先怀疑的是二号嘛，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查了一下二号。然后但是二号是金水，所以我其实今天本来不打算就跳出来，但是今天三号他直接给我发了一个查杀，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需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我是真正的预言家。然后刚刚我在做任务的过程当中，从那个玻璃里面看到四号有指某一个人，我以为你会讲一些在里面信息，为什么你会如此笃定？我希望你之后可以把你看到这个信息说出来。大概是这样。是五号，我觉得五号的表现有一点失准，因为他平常是一个潮男。哇哦！但是在这个任务里边没有表现出他潮男的特质，所以我觉得有点让我们女生们失望了。希望你下一次可以进步。那能确定的是这个，这个可能对。那个多巴胺，那个，觉得是哪个出了问题呢？这是不是也算春神？感觉没啥用。我觉得这个裤子应该出错了。好，凑过来。好，背过去。好，然后半身。OK， 场景来，这个以坐姿为主。哎，不要挪椅子，椅子不能动啊。我先拍个全身看一下感觉。我要拍特写，特写好拍。模特，我们一起看一下。好。两位，哎，现在全场身份最好的可是你啊。对，带领我们，下一轮你出谁我就出谁。可以。可以，你真敢答应。那必须答应啊，该是时候自信起来了，我觉得。你不是承诺今天全程自卑的吗？哦，对对对，那还是回归自卑吧。就你记不记得咱们来的一路上都有我们每个人的照片？我觉得对某个照片做什么，有可能就会把那个人给
哦，有道理。不行，我要去检查一下我的海报。在场的好人听好了，我海报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叉。哦，我看到了，网易被画叉了，但是不确定他们是自刀还是干嘛。它的上面有红叉吗？有，就在那，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哦，这手腕上有一个小红叉。对。那马克笔卧底什么时候拿到的？那个房间里会有一只，那只马克笔在那个你背后那个架子上。这儿有。哇，作案工具全都没收了，放几只在这儿，就放这儿，大家都看着吧。需要我知道什么吗？两位模特在拍这个全身照的时候不要这样转头，然后真的做动作的时候是在场景里面，就是重心在中间吗？老师，对，直直的站着就可以了。哦，就是拍衣服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老师，酷飒和活跃怎么同时呈现？因为有三张嘛，然后你就不同的找这种感觉。请问这两套衣服是我们二选一哈？二选一。老师，请问有两个试衣间吗？老师，你这里有回形针吗？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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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积极。太积极了，这个状态。反正我要拿卧底，我是绝对没有这样的心态的。这么一说，更好起来了。要是真是卧底，那就服了。对。好，轮到我了。首先，我认三号的预言家身份，我说以下的几点理由：三号是前置位立马跳的预言家，并且发的是查杀。这种玩游戏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如果他查杀的是强神的话，那他很容易就被推，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其实他的第一句发言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顺着我说的，我当时第一句说的是预言家能够查到查杀的情况，我的建议是可以出来带队的。预言调查员如果查到的是一个好人，他可以让黑白来带队，所以他第一句发言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三号在投票的时候以及发言的时候，全场没有一个人去支持他，没有一个人支持他，我理解他的那个心酸呢、啊、那个心酸苦楚只有我懂。少说废话。微微铁好人，微微铁好人。我是全场唯一真预言家。但是八号，所有人无论是发言还是投票上都是有人支持的，所以是不是有卧底帮八号做身份而踩三号发言的漏洞？其次，为什么八号的金水我没有接？我怀疑你是后置位跳预言家来拉票的行为。最后我再归一下票型，上一把四五七八九十十一都在发言上踩了一下三号，但在投票上只有四六七八十一投的是三号，所以四六七八十一这五个人里面是最起码出三到四个卧底的。最后的话我再说一下，你为什么救的是明浩，是因为我们发现明浩的海报上被记号笔打了一个叉，我们都推测是卧底回收 offer 的方式是在海报上打叉。然后再结合肖阳手上是有记号笔的，那能确定的是这个，这个可能对。我不知道他的记号笔是哪来的。还有一个是八号的金水发的逻辑不太对，所以很大的概率是一个悍跳的状态，他可能在觊觎希望于时间到。今天这一轮我的发言非常重要，所以我打算分三个点。然后第一个点就是先说一下我昨天晚上的查验，然后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局面非常神奇的一个点，就是我昨天晚上查杀九号，九号查杀，
欺负死人不能说话吗？我刚刚一轮下来，我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他是自己去触发了某一个卧底可以回收的技能，结合刚刚场上面男生所说的可能的回收方式，也就是说在海报上面去画一个红叉。那刚刚我觉得我们所有人好像都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去做出这个行为，因为我们首先没有海报，其次也没有任何人拿出一支红笔，因为我全程都在场，我摄影师，除了模特去换装的时候我看不到，但那个时候是说不会被回收，其他时候是根本看不到任何画红叉的行为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听到换红叉然后九号又被刀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场上没有任何的这个可能性去触发这个回收的动作，然后这一点不管是一号、十一号、七号，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作证。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刚刚大家都觉得概率性很小的事情，就是三号他查杀八号，然后八号跳预言家，但是这个事情是如果我是一个真预言家，那这个时候我不跳好人是很难获胜的，那我肯定是要跳出来把我自己验到的即使是金水也要告诉大家。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仅仅只是因为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就去把这个事情全盘否定掉。第一轮大家手上面投票投给八号的只有二号和五号，但是现在就是变多了，那刚刚是不是其实是有一个就是倒钩的行为。时间到，发言完毕。